2017年10月24日，幸福韩国小编来到整个 Starfield Codex Mall 里面的 Starfield Library， 可以看到这边的图书馆，哇，真的是 amazing， 哇，来看一下，这才是真正的 library。幸福韩国旅行，遇见新自己。这才是心灵的成长，旅行遇见新自己。幸福韩国旅行，遇见新自己，真正的幸福体验。小编 Stephen， 今天2017年10月24日，拜拜。